金庸。果然男孩子们都了解的比我们多，对，一点都插不上话呢。我们时间不够，要是对，要是时间够的话，我们就好好的搞第二期，我们就好好的去补一补。对，我们下次穿成正式的汉服来搞第二期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现在来，哎，你们有经常看那个梁羽生的吗？梁羽生好像很少有人看梁羽生的。我爸爸那个年纪的可能有看过，嗯，对，上一辈的人，对的。但是我真的是一本都没有看过梁羽生的小说，这里也不太好讲。对的，梁羽生。嗯，古龙的话倒还是，古龙有，对，有了解的比那种乔羽生飘逸，那种潇洒，白发魔女传，白发魔女传不是那个叫谁啊？范冰冰跟。黄晓明演的嘛，七贼下天山，七贼下天山，七剑下天山。我靠，怎么跟着你一起念了？对不起，我瞎。好，不说。马震的那个是王朝的女人杨贵妃，女。嗯，然后那个说起温瑞安，你们肯定知道四大名捕。嗯。温瑞安就是四大名捕哦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我真的小的时候，我是看温瑞安长大的。对，看的第一部他的小说就是逆水寒。逆水寒，他好多人有推荐我去看，对，就是那个时候。冷血无情，铁手追命。其实哎，看到刑天说，刑天坑爹军团，刑天啊，你好你好，妈妈桑 ，Hello， 哎，妈妈桑在这里，然后哎，刑天们怎么说吧？对啊，怎么说马震？哎，马震怎么了吗？我们不说马震是谁呀、啊？马震是什么？马震是谁呀、啊？不认识。然后哎，跟大面包又配电视剧了。谢谢黑店的十个大圣。哎，说起四大名捕里面的话，其实排第一的是无情。无情排第一，铁手排第二，铁手排第二，然后排第三的是追命，排第四的是冷血。对，但是在新的电视剧里就反过来了。对的，但其实小说里面的话，无情是老大。对 对, 对，他其实是按，就是小说这一部的话，小说跟电视剧里的那个改动还挺大的，我去看了一下。嗯，对的，我的话我比较喜欢追命。我也是追命，因为我就不管是小说里的还是电视剧里的，我都喜欢。对，那个吴晴年纪比较小，嗯、对，然后年纪小，对，而且那个小说里那个吴晴的戏份算是最多的。然后小说的话，当时其实小说我一开始不太喜欢吴晴的，我还好，我并没有因为觉得他太的那个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冷了。就是这种小说里总归有一个这样冷酷无情的男主们。嘿，九妹说女孩子都喜欢追命，就是承认我是女孩子了。你是在自黑吗？哦，你好烦。哎，刚才谢谢白哥二号孙张琪的666，谢谢谢谢，还有逍遥的666的666，谢谢。哎，刚才。逍遥之前还在我的后援群里面说过，他好像要做手术还怎么的？对的，生病了吗？竟然现在已经出现在了群里，应该已经是身体健康了。还是要祝你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。对的，好好恢复，好好恢复。那你。你小心小心，真的注意身体。谢谢等待男孩送给我们的六六六，谢谢。嗯，然后我们接着说，追命就给我一种很暖男的感觉。可能是因为小说里不能说这遍，小说里面他谢谢黑店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剧《四大名捕》被拍成第一，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是钟汉良，追命是钟汉良演的，对对对，哦，真的是，当时就真的爱死了。哎，我是反过来的。因为我不怎么看这一类的嘛，然后新四大名捕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了，那个看到后面我就看不下去了，然后我就去补了他们最刚开始拍的那一部，就是钟汉良演的那一部了。对，然后我才去看的小说，跟我们里面是完全反过来的。钟汉良还演过逆水寒，哦，逆水寒真的是啊，哦，我好喜欢逆水寒，七少商，
你可能没有看过。逆水寒里面也有四大名捕出来，就是也有的，就是也在里面出现了。但是里面就是因为看逆水寒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喜欢铁手了。花千骨，花千骨，我想把它养肥了再看。水喝多了，撑着，撑着了。啊，我也很喜欢《仙剑奇侠传》呀，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武侠中的。我这种是算是玄幻武侠玄幻方向的，对对，武侠玄幻，人家都写了奇侠传嘛，奇侠嘛，对的。哇，我是哎，真的，当时第一次看，小的时候看仙剑的时候，哦，胡歌好帅，哦，逍遥好帅，对的，逍遥哥哥，逍遥哥哥，刘亦菲演的，哦，刘亦菲真的是。真的是那个时候好，就是好漂亮，对，看着戳，直接戳我，然后又要说这句话了。当年的女生，当年的女神已经要嫁人了，啊，不是嫁人，就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对，爱情公寓算武侠？人家说仙侠是仙侠，啊，仙剑是仙侠，对，仙侠。因为有个说仙六的，你要不要讲一讲？仙六我没有玩，我现在开始玩的是仙四。跟这个孙张琪来讲一讲。我才刚刚开始补那个仙剑系列，然后就是我本人来说不是很喜欢玩那种像素类的游戏，所以我是直接从四开始玩了。当你的动物打错了，开心，现在为什么今天好开心，大概是因为听到这个 BGM 就不停的在抖腿呢。哎，对，那个仙六好玩吗？他们老是推荐我去玩，但是有的人又说不好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犹豫到第二表去玩。朋友都说我像胡歌。哎，我哎那个蛋黄酱，我跟你说，你长得不光像胡歌，还像蛋黄酱，你还像蛋黄酱。哎，杨雪禁卫军军长说妈妈早，妈妈妈妈在这里。谢谢坑爹军团今天送给我们的六六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太谈语录。安利大家一个游戏，最近蛮火的，好像叫做那个《侠客》《侠客奇侠》那个怎么叫来着，《侠客奇侠传》还是什么？忘记了。没有那么长，好像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就是最近是挺火的，哪都能。电脑屏幕前的大家，手机屏幕前的大家，你们拜拜，有印象吗？拜拜，包子，拜拜。就是那个侠客，侠客奇侠传还是什么？哎呀，不是，应该是就哦，侠客风云传，默默厉害。加油，好好复习，好 好考试，天天向上。怎么成为粉丝啊？怎么成为粉丝？这边有个订阅，看到没有？先订阅一下，这是第一步啊。他肯定订阅了，他是杨雪禁卫军嘛。嗯，对。然后。第二就是给我们一次性送十个礼物，然后你的前面就会有一个粉丝，十个大圣，一次性送十个大圣，十个大圣。对，如果你愿意一次性送一个大宝剑的话，你也会变成头号粉丝。然后送到十级，我们就会送一个房管。再见，包子，拜拜，包子，我好喜欢你啊，包子，包子，我太爱你了，包子，你可以了，你可以了，真的是。我爱吃包子的事情大家都知道。我要淡定，我不能高兴的连眼睛都没有，像我一样。我今天早上刚吃了，你高兴你都没有，刚吃了两个奶黄包。你就爱吃奶黄包。对呀，我最近爱上了全家的奶黄包，然后我又要来了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那我们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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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继续。哎，刚才说了梁羽生，谢谢此刻我们角送给我们的六六，谢谢。然后还说了金庸，还说了温瑞安、古龙，还有仙侠类的。对的，仙侠类其实很多，其实最近特别多，近两年。对对对，什么国产开始崛起了，特别是就国产的那个动画，像还有那个什么秦时明月，对，秦时明月，秦时明月也新出来了一版，那个叫君临天下，我也在补了。
就是为什么。